拢是为台北出发，到高雄，高雄到台北。哇，但你拢有呢？我这台车票，加加起来，唔知拢总几年哦？是55年啊，这是58年。加嘛有老一年，老了3年。阿海，你讲你六岁以后，你妈妈就把你放生，唔要去出横过。要唔过，这车票证明讲，事实唔是安尼，伊逐个月拢去看你呢。别安尼嘞，伊既然来看我，是安怎，拢袂要我知影嘞？我想，应该是你妈妈认为伊家己做迄道会写你的面子，所以唔敢家己去面。一定是安尼啦，若毋是不得已哦，倒一个查某人愿意做迄道啊？唔敢是家己感觉真见笑，嘛会互爱的人，互人起笑，伫别人面头前，头毛搭袂起。我才袂安尼，做人好心。袂嫌家己老母啦，我算讲骨较瘦，生活无好过，无仔囝会当斗阵过生活，才是上过快乐的。啊，我知啊。怎啊怎啊？孙伯海，你唔是讲你细汉的时阵伫过年医院，你妈妈若要去看你，拢会炸迄比鱼路边搞去互你吃。所以哦，你就特别怀念迄个滋味。啊，不过后来，不管你安怎吃，拢吃袂到同款的滋味。这哦，一定是因为你妈妈伫咧台北的酒家学晓煮这行菜，啊，专工早起下岗给你吃。啊，不过一坐到这么远，爱坐几啊点钟的火车，那物件哦，都会淡薄仔酸气。所以啊，你过去吃迄扁鱼润饼糕，甲你即马吃迄正统的气味无同款。你一直讲欠一味，就是欠一味啦。对，虽然讲这润饼糕已经有小可酸气啊，啊，也毋过这是一个做妈妈的人，伊坐几啊点钟的车，就是要为着摕来给伊后生吃。啊嘛，就是你母仔囝会当相逢，上加快乐欢喜的时阵，这就是上好的滋味啊！原来这滋味伫你记忆里底，不是用吃的，是伫你的心肝内。无怪哦，所有的师傅拢做袂出来啊！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我记迄时阵哦，我食迄润饼糕迄个味哦。拢有淡薄仔酸味的，因为吼，我拢是看到阮妈妈，迄时阵吼，我上快乐的时阵食，所以感觉迄个味吼，都是上好食的滋味。因为迄是爱甲思念的滋味，不管你安尼规世人记条条。妈，你来遐尼讲咧啊，你若要骂我咧，我无可能怪你啊，看哪讲。你永远就是我的好妈妈啊！你希望咱要变起来，不要我跟你见面，我误会你嘞！你甘愿哦，出现在阮师妹面头前，都无愿意跟见面？我知啦，你一定怪我对无？怪我误会你，怪我误会你的心意对无？我实在真不好，真不好，害你安尼哦，这么艰苦，我实在不好见，我实在不好见。我是真的不好惊啊！我好啊啦，北海啊，你莫像你阿自责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头家娘哦，哦，迄人偌温柔的，尤其讲到你哦，拢无半点仔怨恨，干那疼惜。我有甲讲哦，我讲哦，你人乐天成功，即马哦，佮事业有成。是一间迄大集团的大总裁，哦，伊听到你这么有成就，嘛替你偌欢喜的呢。
我有啥物好欢喜的啦？我咧甲你讲过，我咧不爱趁钱啊。迄是钱哦，要走来找我啊。像我即马想要见我妈妈最后一面啦，结果咧，伊一个人影都无看的啦，一点仔机会拢无要给我啦。我看到伊的时阵哦，就是哦，伊发生车祸迄天啦。妈，拜托的啦，你送我干路哦，我看到即马哦，你看。迄阵时候，我袂晓拍干路。你讲哦，阿爸来看我的时候，我会拍干路。你看，我都一直学一学。我即马已经会晓拍干路啊！我就要拍你看，你看，我即马拍你看，我即马拍你看。见面的，想到拢要鼻痒的啊！哎呀，妈妈受苦中的。妈，我知啊，我知你有苦衷，我即马拢已经知啊。迄时阵哦，我是真该死呐！看你用球，我搁甲你客气，我拢无保护你啊！啊，目睭哦，见面看你啊，红拍。王球，我是真开心，我是真开心，我是真开心。你别安尼啦，你别艰苦。想我妈妈，目睭要开起之前，可以当看到你，望到你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妈，原来这就是你的声音无？跟我所想的拢同款呢。这么温柔，这么好听，这句妈妈声音，我刚才是会到无法度讲话，所有的艰苦拢讲不出嘴。阿哥，你还相信妈妈？妈妈无偷摕遐个钱，遐个钱是我的，是我辛辛苦苦俭起来要让你读书。都是因为无读册，什么拢未晓，干那会当去酒家上班。我欠钱要让你读册，希望你会当考大学啊。结果，遐个钱捡人手去，因阁无落我是残啊。我抱歉，抱歉，妈妈，无紧啦，迄拢过去啊。我虽然无读大学吼，大学，但是我吼，感觉真够赚钱啊，对不？我感觉大汉啊，我即摆已经大汉啊，人生海海啊，什么大风大浪吼，我拢经历过啊，我拢行过啊，拢无要紧。我唯一吼放袂落心的，就是咱两个中间迄个性格。我上该遗憾的就是哦，你叫车弄到的时阵，要离开之前。拢无甲笑笑呢，啊！你越到就走，拢无甲讲一声，我永远啊拢无看到你啊，我永远都看袂到你。妈妈嘛讲话，对恁任何人来讲，讲话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，不过我却讲袂出嘴，是的啦，妈妈伤你的心。我真正做唔甘的。我去，别啦，妈妈，我是想要问你讲哦，你要离开之前，我看你吼嘴安尼一直念一直念，你到底是在念啥话？我跟他拢唔知呢。我想要知啊，你到底想要跟我讲啥？是
分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。妈，你这念这事，是咧算讲，你快几站来当看了我的心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妈啊！妈妈刚对台北来高雄看你啊呢，你真乖耶，而且你已经变到这么大汉啦。对，我现在做大汉的啦，我唔做用的啦，拢是你请用大汉的。妈，我应该保护你啊，你免惊吼，你不要叫，你不要叫啦。妈，你不要用求了，我会保护你啦，我会保护你啦。今日是妈妈上欢喜的一天，我终身会当离开啊。我袂，你离开啦。啊，妈，那安尼咧，咱真无简单才见面俩，啊，你搁要？在我最欢喜的时候离开我，咱真无简单才见面尔。你搁在我吼上届欢喜的时候，搁想要甲我放落来是不是？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上爸海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妈妈会伫人间徘徊，就是为着要甲你见一面啊。伊上唔甘的，就是离开你。你细汉的时阵，伊为着要趁钱饲你。才把你放在孤儿院，但不过现在已经功德圆满了，你就让他放心去极乐世界，好不好？不啦，我真无简单才跟他见面啊！啊，伊在外头里面走，我是要让他好好等个当时。我袂走。啊，妈妈袂阁放你一个人啊！我留伫这陪你到老，我袂阁把你放下来啊！真实啊，你讲得真实了哦！啊，你真好，啊，你真好。虽然哦，我现在哦无法度奉待你，但是你起码应该看阮哦，规家伙团圆呢，真好呢。哦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起码的女朋友啦，伊叫哦魏先棉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吼，伊做温柔的，对我做好的啦。伊跟妈妈吼，是做水的，赶快做水的啦。啊，你有一个哦，早孙啦，伊叫哦魏酸酸，你应该都带到顶啦。等阮做阵老的时阵哦。我们家吼，少少的，规家伙咱来去极乐世界，跟你做阵去，好不？好，我继续留伫遮，千万不用的。你敢不知影你后果有偌严重？我爸爸捌甲我讲过，往生的人，若是心愿未了，唔肯投胎，伫人间徘徊，阴司地府还佫会通融。啊，不过若是心愿了，还佫唔肯走。继续流连世间，迄就叫做痴迷妄想。阴司地府拢未阁收伊啊！死狗，伊是甚物下场？恁知影？会安怎？伊唔若得袂到福慧，就算讲今日是说要做功德回向给伊，伊嘛收袂到。甚至以后时间到啊，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伊嘛袂当得。伊就会生生世世，永远做一个孤魂野鬼。迄是比落地狱还佫较惨呢。落地狱肯定还佫有幸运的一天。啊，毋过，若是生生世世必须要做孤魂野鬼的，伊就必须要受尽无期限的苦刑孤单。无唔对啦，凡事啊，缘则开啊。那是一切拢无满足，安就变作是贪心啊，颠倒变作是在的。讲起来，你有法度甲孙伯凯母仔囝佫重逢啊，这都已经是一个圆满。娶来家中安那就安那，安尼才是天道啦。你讲的我听有啦。妈，我已经吃到这个岁数啊。不是当年那个五六岁的囡仔讲，别你后边坐你的车，叫你别离开。我知影吼，你阁有真多代志要做啦。
你进去啊，去报道。我已经六十几岁啊，你别烦恼我了，我家己照顾我家己。人讲哦，世间一年，啊天顶才一天尔。你先回去啦，啊你回去啊哦，都等几工啊，啊跳一下韵律操哦，洗一下身躯哦，啊我的时间就到啊，我再去找你啦，哦。到时阵哦，咱两个应该到时就换啊，你来做我的查某囝，我来疼惜你啊，我一定做一个吼真好的爸爸，甲你成全天。我你后世人哦，做一个无烦无恼的小公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安尼我回去等你。小妹，你爱替我好好照顾阿海哦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阿海甲珊珊的。那安尼，我先来等了。看到桥啊！我先等你等你，若有一天一定会团圆，搁做一家人。稍等我一下好不好？你会记哦，咱后世人还要做亲人哦，你若袂记我，妈。